本州啦、台26同埋台東嗰邊嘅台狗咧，應該發覺同北海岸嘅海好唔一樣。見到有魚養環，魚養環在前面。佢哋嘅護園嚇親，你睇下幾大粒，超大粒啊！馬子。上回提及到咧 ，Sherry 徒步环岛旅程，送完 Ann 翻去佢台北土城的家之后咧，就翻咗嚟基隆啦。由海科馆开始行北海岸，继续逆时针环岛，徒步翻台中。蛮好奇走出去是什么画面啊？哎，很长哎、欸，很长哎、欸，真的。Hello， 我系 Sherry， 话说咧，我而家系喺台北转运站，因为咧。我今天又要去翻上次停留的位置，我要去翻大帽轮附近。我现在要搭巴士去那里。车啦，落车啦！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里是哪个？这里是大湖轮的蓝天丽地社区落车。原来呢，大湖轮，嗯，大湖轮是属于基隆，我仲以为是台北添。咁今天就应该会在基隆行到去新北。相處了一兩天好啦，佢就誠意邀請話，他日我行到嚟台北就住佢屋企，咁所以咧我就好唔客氣咁住咗喺佢屋企幾日啦。多謝佢呢幾日收留，可以慳翻住宿費之餘咧，我仲唔想孭大背囊添。上得日出嚟行咧落雨啦，跟住等咗兩日都落雨，本身仲諗住話今日落成點都出嚟行噶啦。好彩今日系冇落雨嘅，好开心啊！都算做尾噶啦，而家未落雨就见到海嘅，系大帽轮白沙滩啊！哇，到北海岸嘅海都唔错下。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之前行满洲啦、台26同埋台东那边的台狗咧，应该发觉同北海岸的海好不一样。不过可能是因为今天的天气冇之前咁天朗气清，所以影出嚟的海咧就冇咁蔚蓝咁样啦。喺台东睇太平洋那边的海咧，系真系靓到我有啲惊讶。有步道啊！我行紧喺公路旁边条步道，我可以啲安全感喺度欣赏呢样嘅北海岸嘅美景。欢迎嚟临新北市，我嚟到新北市啦！以前嚟台北咧，都真系冇嚟过呢头。原来呢度叫狮子公园。万里区的狮子公园，万里拳头石 ，Go！ 下嚟做下游客打卡先。我发觉咧，头先原来行过咗拳头石 ，miss 咗添。唔知睇唔睇得翻咧？我唔想行翻转头啦，因为。大家報道一下路面情況先。星期日的北部真的超多車，你看看那裡嚇親而那邊呢有間萬里蟹，很多人排緊隊，是超多人排緊隊。前面原來就是萬里海水浴場，沙嚟㗎。嚟到萬里，雖然唔去海邊玩，我都決定揾下嘢食先。
印卷出嚟就发觉落雨啦，又要担遮。喺路边见到好大个瓜啊！俾大家评下，睇下咩瓜嚟噶？都想起蘇花公路同你一起走啊！你近排生活点啊？头先行过咗万里隧道啦，就即系代表我今日系冇行入去野柳嘅，因为我打算下次咧带埋航拍嚟，用高空嘅角度影低野柳俾大家睇。咁但系我顶唔顺啦，着雨衣啦又要，个天空变咗白蒙蒙嘅一片啊！在公园食，分享给大家看有什么客户园呢，他们的户园客亲，你看看几大粒，超大粒啊，马子很大嚿啊，都头涌涌啊！呢度俾我感觉少少似去咗日月潭老街咁样咯。原来是这样分的，因为香港是没有的。绿色这个呢是秋阿龟，跟住呢这个是鹅龟桃，鹅龟桃嘛。相比之下，我喜欢吃无包馅那款，因为这个皮呢稍微有少少厚，同埋不是整个皮都 QQ 的。而刚才无包馅那款的芋头味好出众，每啖都吃到有芋头的火粒感，超有人气啊！简直是人山人海啊！离开了路街之后呢，行回来公路这里呢，阵间就会 merge 回台二线。角湾呢头咧，本来好靓嘅 coffee shop， 不过个天咧又开始阴过嚟啦，而家又落雨啦。就算要擔住遮，佢哋都會寧願出嚟吹下海風咁樣。呢種狀況就有少少似喺香港咯。香港嘅週末啦、星期六日啦、西貢啊、海邊啊，都係堆滿人群。冇幾耐就會見到有景點，行下冇幾耐就見到有好多食物，因為真係唔覺意咁行下停，太多嘢食，太多景點啦。Maybe we can try meeting up by 7
天啊，是好久没见的蓝天啊。原来在平时生活到见到蓝天是会这么开心的，因为不一定是有好天气的。哦，这条是